喂，你好。姓听是吧？我是城里开饭店的，听说你养的走地鸡不错，我想在你这儿买几只，如果可以，就长期合作。我现在就在你机场门口。好好，我现在就过去。咋事啊？妈，有个老板要买咱家鸡，我得去机场，走了啊。哦，那跑得快。好啊。哎，这钱包去哪儿？刚刚搁这儿的，怎么没了呢？刚刚就搁这亭子里坐了一会儿。哎，大娘，你有没有见？哎，对对对，就这个，这是我的钱包，谢谢啊。阿董，你不知道钱包是你的，你讲这里头有啥？大娘，我就直说了吧，这钱包呢是咱俩发现的，见者有份，得有我一半吧？分一半，你给我起来！你大个人了，游走好闲的，你不是找活干吗？快点出去！是是是，大娘。大娘，我先走了啊。咱有1000多只大鸡，都搁这山上跑着了，还有4000-5000只搁这两个棚子嘞，马上就出笼了。行，听听，咱就这么定了。我先定200只，我把定金给你付一下。哎，我钱包呢？王总，你上次啥时候拿的？还有印象吗？哎呀，整天这事儿多的，没有印象。王总，你要是着急要的话，鸡我先给你，钱下次补上。你不怕我赖账？不怕，合作嘛，讲究的就是个诚信。钱你不用担心，待会儿啊，我手机付给你。相对于这些鸡的品质，我更看重你的人品，值得我们长期合作。王总，你太客气了，我就是个农村人，俺婆婆给我讲，做人做事啊，要实实在在。走，我给你找钱包去。王嫂子，你在这愣着干啥？赶紧拿着回家吧。你要是碰见一个没良心的失主，他包了有1000。他叫他丢2000，他要是讹你咋弄呢？我不管他有良心没良心，我得提起我几个良心。哎，你这个老婆真固执。这样吧，老嫂子，好人做到底，我陪你。你看看他包了给名片啥的，咱给他联系联系。乖，张伟，你来看，我又不认字。你这个老婆能干个啥？你那个娘的，这包咋开的呀？你不弄吗？来，老婆，咱坐上开来。坐着开。喂，是王建成吗？是我，您是？是不是有个钱包挂庄子自个儿了？哦，是是是，我刚在凉亭也坐了一会儿，谢谢你阿姨，我现在就过去。没有丢就好，王总，我给你快去拿。还是这村子里啊，民风淳朴。是的，村人都比较实在。哎呦，我那个娘嘞，里边还有2-3万呢，他不得给咱俩的好处费？啥好处费？爹，我十条给你个好处费。哎呦，我不就这样讲讲吗？给我还不要。阿姨，真是谢谢你们了。你是？王建成，诚信的诚。给你看看手上吧。谢谢阿姨，不用看，我相信你们。妈，找给谁？这是你妈。嗯，这是俺婆婆，这是俺婶。拾金不昧的婆婆和婶子，再加上诚信的儿媳，我相信我们的合作一定会更加成功的。行，谢谢了，我还有事儿，我就先走了。好，王总，那你慢点。好。妈，婶，没想到是恁俩呀。咋了？谁讲不得欢迎恁家？你哪里高兴？做好人这不高兴吗？你不高兴啊？高兴，走，咱回去吧。好。咱今天做个西红柿包蛋，首先先把这个西红柿用火烤一下。这吃过皮的西红柿放到绞肉机里清绞一下，没有的咱用刀切碎一点。加入4个鸡蛋，然后我们再加一点点盐。最主要的是这个胡椒粉可以去腥，多加一点。
油可以多倒一点，鸡蛋的大小取决于油的多少。例如鸡蛋分几分四的倒，先是微黄，给它翻个面。锅里留一点的鸡油，把葱姜爆香。姜片爆香后要给它拿出来，不然影响口感。把西红柿倒进去，炒出沙。西红柿炒出沙以后，放适量的开水。调味只需要放蚝油、提鲜、生抽、一点点盐、胡椒粉多放一点。咱把爆好的蛋放进去，煮个两分钟，撒上葱花就可以出锅了。妈，吃饭了。你今天可是帮我大忙了。帮啥大忙？别管今天也好，跟你合作也好，做人做事要对得起几个良心，想信任别人，别人才能信任你。妈，我记住了。傻孩子，你给我吃饭吧。妈，你尝我做的多好吃。好吃，我比爱吃。那吃，妈，多吃点。哦，你也吃。